生活压力太大，那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都归他管，生意呀、啊、什么签合同啊，什么报表啊，所以说压力大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等我到了咖啡馆，我先收拾他再说。圆圆，欢迎光临，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啥也不喝。哎，最近咋了？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郭哥，你不知道，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啊，来来来，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啊，我们不让坐。坐下，还没人。哎呀，圆啊，啊，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我不饿，我吃过饭了。能不能不闹？凶恶、恶毒，演这个？对谁呀、啊？钱春芳。他咋了？哎呀，你甭管了，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你就什么态度对他，明白了吗？态度。是，他最近来我们这儿，就跟谁欠的钱似的。哎、所以说，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行。哎，不行。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哥给你补上。行，扣怎么送？哎，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待会儿别打起来。哎、放心吧，他打不过我。帽子有点歪了，调一调。嗯、哎，我待会儿啊。啊。我过。钱春芳。哎，走后门，这也能过去。好。盯着你了、啊、好了，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啊！我知道，给我，你放心吧。好了。云云，云云，云云，干嘛？吓我一跳。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上班时间你睡觉，你管得着吗？干，来杯咖啡。咖啡，咖啡，喝什么咖啡？哎，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语气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你随便吧，随便来杯咖啡。没有随便咖啡。哎，我说大个子，你今天怎么了？我心情不好，我告诉你，小个子。叔叔，不是那个，我问那个，啊、那个，就你俩在家吗？啊啊啊、没有来一下奇形怪状的东西？不是你吗？除了我以外，没有，没有啊！哎呀妈，那我就放心了。哎呀，老范大哥，你说我这啥命啊？我这脚都起泡了。嫂子，你家创可贴没？啊，我给拿。啊，我啥命？我就是红颜薄命，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见了我就喜欢我，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老范大哥。有人愿不愿意娶你，那得看缘分。缘分来了，是吗？有人追我，真的啊，追我！今天早上小区追了十几圈呢，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啊啊！老范大哥，你年轻时候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那追起泡算啥呀？鞋都追丢了。老范大哥，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狂啥狂啊？回家叫他爸给你打屁了。为啥呀？因为啥？自个儿鞋跑丢了。关键是吧，嫂子啊，我跟你说哈，怎样？他追的我闹心呐。哎呀，我跟你说，妹子。现在有人追你，你闹心；等将来没人追你，你还照样闹心。哎呀，如果那一天没有人追我，我该是多么的轻松，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啊？这也不干啥的，这老天爷太不像话！等我看见他，我好好教育教育。嗯，让你长这么好看。这么遭罪干啥呀？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儿一样。啥？我年轻时候长得可
喝着呢。不是，你让大伙说说，长得好看的能嫁我吗？来，你们不是不是，你嫂子，关键是吧，他追我，我倒挺高兴的啊。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我只要一跟男的说话，他就发疯，然后就比划，也听不清说的啥。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我的妈呀，这人这脾气，小心眼儿，心眼儿太小，心眼儿小啊，个儿老高了啊，那么高。哎，你说这个男人。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就他呀！我见过他。你这里边爬，你啥时候见过呀？上俺家来卖过碗吗？对了，老范大哥，他说他认识你，他还夸你来的呢。咋夸的？说你体型好啊！他体型还好，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我看是个饲养员。那是不是饲养员啊？这情况怎么什么？是。哎呦，我说老头啊，你吹这儿干啥呀？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你至于吗？什么？这个呢？不是，我们就那个顺嘴那么一说，没别的意思。飞不起来，累。哦，累了啊，爸，累了，你歇会儿啊，歇会儿就好了。什么是我歇会儿？我不是身体累，我是心累呀。这个。我之所以跟他分开往这儿赶，就是想让您俩帮我参谋参谋，帮我出出主意啊！你们说我跟那个女人还值不值得处了？啊？哎，这咋还处不处呢？咋的？闹别扭了？对呀。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吧，确实不错啊，对我也挺好啊，就那心眼儿啊，那小的跟针鼻似的，爱吃醋啊！哎呀，爸爸。你说到这儿，我必须义正言辞地纠正你一下。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毛病，我不都有吗？再说了，这也不算什么毛病啊。人家阿姨为什么这样对你？说明人家在乎你，在乎你心眼才会小，心眼小才会自私，知道不？你像我和顺风一样，顺风你过来。哎，怎么的？我问你啊，我是不是特别的爱你？那没谁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哎呀，这个幸福、哦、你啊，爸，你看范美丽，嗯，你不如直接抽他俩嘴巴，你这么拧他，我跟他肉皮都疼。是钱顺风的家吗？母老虎来了。你别这么说吧。来了。你好，你好，母阿姨好。我不姓母，我姓吴。吴阿姨好，你好。吴阿姨，你来就来呗，还带些东西。你看这头一次来串门，能不拿点东西吗？你就是老钱的儿子吧？啊，我叫钱顺风，阿姨。你爸呀，常在我面前提起你，是吧？说你长得像他，看这个头。看着颜值真香。阿姨你真有眼光。哎呀，这是儿媳妇吧？啊，是我。哎呦，这儿媳妇更漂亮，端庄大气。哎呀，这大眼生生的，将来生孩子肯定像你。阿姨我爱你。阿姨请坐。好，坐。哎呀，你爸这出这么随你。怎么呢？扒虾呗，那阿姨多好啊，还这那的，这是，哎呀，还想找啥样呢？哎，孩子，你爸呢？我爸，哎，刚才还在这儿呢，这儿呢。哎呀，老钱呐，你瞅你这么大岁数，还藏啥猫糊啊？快好好歇歇，你瞅你还。哎呀，顺风啊，你信不信？你坐这儿，你坐不住。我今天我必须坐这儿。哎，你还别跟我犟啊，是不是？一会儿你就得抬屁股起来。你这个位置就是我的，我就坐这儿，咋的？你不信是不？你等着，有请钱叔。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好，大家爹，你请坐。别客气，你是爹，你坐着吧。不是，我是孩子他爹，你是孩子他爹的爹。我是孩子他爹的爹，我也不能坐在这儿。咋的呢？钱顺风，哎，你小子没良心。咋的了？哎，你好好想一想啊，谁看你们家孩子最辛苦？
你岳母。我岳母。对，谁看你家孩子最受累？你岳父。我岳父。按道理，这个中心的位置就应该由你岳父岳母他们老两口子坐在这儿比较合适。哎呀，爸，你简直想得太周到了。但是今天吧，不，没有但是，就这么决定了，好不？哦，二姐，二姐夫，爸爸来了。哎，媳妇儿来了，爸妈，小米粒来了。哎，刚子，刚子，过来，干啥？过来，小米粒来了。一会儿我藏在你身后啊，别露出来。等你岳父岳母坐下之后，完了我再出来。你可真能闹。我来了。哎呀！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好了啊，今天咱们绝对不许铺张浪费，哎，也不大操大办，哎，但是必须得喜庆火爆。好，都有什么程序啊？跟我汇报汇报。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哎呀，我说老三头啊，三头，这小腿不长，跑得挺快，这家把我弄的，强追上你。这是今天我。喜事儿，你喜事儿啊？人家我外孙子过生日，不是你过生日。瞅这家伙捯饬的，脑袋整溜光，还带朵大红花，嘚瑟啥呀你？这我外孙子过生日，我不嘚瑟谁嘚瑟？哎呀，今儿个不跟你绷点照不好使是吧？啊，孩子们别笑话你妈啊，起来。哎呀哎呀呀！干啥？我跟你说。你一进屋夸嚓一下就坐这儿了，你说一会儿钱顺风他爸来坐哪儿啊？啊，你还体会不体会咱亲家的心里头感受啊？啊，真是不懂事啊。我可跟你说，今天是人家老钱家孙子过生日啊，人家老钱头才是爷爷，你这当老爷的一会儿矜持点听见没？你就说没听见。我就说没听见啊。